大家晚上好。やっほー。こんばんは。美玲晚安，嘿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上好。今天这件很有气势，有吗？谢谢，谢谢。看得到不胖的兔子，很胖的兔肚子。呀吼，米雷酱，勇哥早安啊，晚安。30分ぐらい遅れてますね。いつものことですね。おじょら。嗨嗨，美玲，さよ，嗨，最近你会来看我直播，开心，谢谢，谢谢你。看我直播，我跟你说，一定是命中注定的。说对了没？22年明星变，还有晨晨，哎，真的吗？有晨晨呢，晨晨，很可爱的晨晨。谢谢Tomo さんの礼物。谢谢你。命中注定能吃着但是不能推的晨晨。对。啊，晨晨真的很可爱呢。可爱。勇哥不可以菜腿很多了啊！大家谢谢那个礼拜四，上礼拜四跟还有礼拜日的时候有来看我们的公演的大家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很好玩，我觉得礼拜四比较烂，然后礼拜日的公演比较好，我觉得。我没去，你没有，为什么你没有来？为什么没有来？今日目腫れてるんだけど、やば。やば、今天水腫的我。很可憐。我没空。这么忙吗？很忙吗？
好吧，口渴了死，今天真的很水肿。这是在家里还是宿舍呢？我的家不是宿舍，宿舍。为什么你觉得这里是宿舍吗？水肿，我也水肿，但是我水肿很多年了，那个是应该是只是胖而已吧，不是水肿吧？怪怪的美玲，大家晚安。哎，我今天吃。豚骨拉面是吗？豚骨拉面吗？然后第一次我在台湾吃了这么好吃的豚骨拉面。难道今天没有卡？我不知道，我的直播是每次都就是大概15到15分钟，还是最后10到15分钟的时候会卡？可能等一下会考，我不知道。豚骨拉面，美味しかったの，超好吃。不会觉得口味跟日本差很多吗？因为那个哦，西兰嗨，雨林的粉丝就是那个豚骨拉面，今天吃的是日本人错的，日本人错的。豚骨拉面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次在台湾吃了。あの関西出身の店長の店、え知ってる？わかんない。何出身か知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、就是我觉得很像那个，很像，就是很像福康的，跟福康一样的口味。不是一样，但是我觉得蛮近的，就是真的豚骨拉面。カニさんいるのかい？マイちゃんとよく行ってるお店じゃないのか？違う。マイちゃんと行くお店？違う。いや、わかんない。マイちゃんも行ったことあるの？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ね。わかんない。なんていう名前なんだろう。わかんない。就是真的，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我觉得蛮便宜的。比伊朗便宜很多，对，所以我应该之后可能会吃，一定会啊，我可能之后去很多。来，我的天，吃一碗给你啊！真的吗？我要吃。你在博多吗？台拉面的小吃。你知道那个拉面吗？我也吃过，我不知道。那不做可以让到日本的味道，对，知道，对。之后每个礼拜都去吃吗？我觉得应该可以，有钱的话。我最近每个礼拜都吃一次拉面，太多了吧？啊，你不是 Black Beat 吗？不是 Black Beat 吗？美丽拉面最爱是豚骨口味吗？对啊，当然，我是福冈，福冈什么？福冈吗？福冈？嗯，福冈，福冈的人，福冈人超爱吃豚骨拉面。朋友最近一直找我去，不好意思去。原来，那你都吃什么口味的拉面？来，我去美林吃豚骨拉面，还是美林比较想吃烤肉？哎，我都要吃，都要。あのここのカニさんはカニの分正体リンリンのところでしょ？カニさんはね、アカウントいっぱい持ってるからしょうがない。你们真的很突然来的好惊喜。
你真的是，很无聊的人，很无聊。哎呀，味噌的火是酱油的啊！不行，你没有吃冬菇拉面，完蛋！不行，一定要吃冬菇拉面。一混蛋的话是吃排碗，排碗，しゃっくり，吼，しゃっくりやば。我又没哥哥，你哪里来？好清晰，查我，你的名字很怪啊。我上次，好，如果蔡佩被找去，就吃冬菇了，冬菇的对，好。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，我完全不知道我吃了什么口味，为什么？应该不是冬菇拉面吧？吃太饱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吃太快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今天吃很多，我吃两份。谢谢送我口罩。啊，我手机卡。等一下。啊，哎呦呦呦！那我想问什么？我台日语怎么说？屋台，屋台。屋台兵器を止めて効果あるのか。そう、あれ、止まったんだ、すごくない？効果あるの。みんな息止めてね。如果大家打有打鼓的话，什么打打打是打鼓吗？不是，我忘记了。しゃっくりの中文忘记了。如果有刚刚的那个的话，大家可以就是不要呼吸就好。有效果。30秒，至少30秒。ミレイちゃ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奇怪な名字。ラーメンか、ラーメンならやっぱりしよう。はい、ヨング、再见。再见、再见。謎の治療の方式。これは日本で流行、日本でが小学校の時に流行ってたの。打嗝，打嗝，对，打嗝。最近吃了一个很特别的，叫银座拉面，金座拉面，跟平常的比，鸡蛋味重很多。哎，我想吃看看，哎，我想吃看看，好吃吗？我是患责任大打，可是有时候真的一直打，我觉得很累，我就在打嗝。很累，所以就是对，就是大家可以。还有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喝水，然后喝水，然后就是昨日的时候要走后，就是走背面嘛，就是不要看，不是要走前面，是走后面，然后就是想喝，然后就是要腿下啊腿吗？这样的话会好。那个打嗝会不，就是会好。さよなら、それだけ。そうです。ラーメンは只能豚骨ラーメンだね。可以接受。ラーメン食べすぎるだから。
ゲップじゃないこれ、しゃっくり、しゃっくりだからゲップじゃない。ゲップとしゃっくりぽいやの。ゲップくんしゃっくりぽいやと。しゃっくりびちゃは、ゲップ、我不喜欢ゲップ。我不想。台湾人很喜欢那个，就是很会冷的在前面。面前会 gap， 我觉得很恶心的，我不想听到那个声音，觉得很恶。那个可是台湾的中文不是都是那个吗？就是都是打嗝吗？一样打嗝吗？샤克尔跟 gap， 마지대 gap 嫌い。汚い、それな。中学校の時の治療方式、日本の小学生みんなそのようにやってるの。そうだよ。そうだよ。还是就是有人突然打我之类的，就是吓我。有人吓我，就会那个打嗝会不见。觉得好像只在台中的，哎。太有了吧，之后有时间的时候，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去看看。小学生の時に、あ、読んだか。我的狗狗不见了。为什么？你有狗吗？狗？你有狗吗？狗？打狗？狗？为什么我名字旁边会有狗？真的耶，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。美丽晚安，赖赖晚安。有啊，但是不见了，算了，幸好云卷那边的彩色的狗狗还在啊。为什么我的不见？你要送我礼物，给我告白气球。なんだっけ、何言おうとしたっけ、忘れちゃった。啊，说，我想说，因为我晚上起，当天没办法开直播，所以呢，我想明天化妆，就是晚上起的化妆，我还没，我在想要不要。新しいのイヤリング、クローバー、クローバーじゃない、新しくもない。这个好像我。第二次握手会的时候有带这个啊，你不知道。你没有来跟我握手，所以你不知道。所以ちょっと明天我想化妆万圣节的。只有化妆吗？还是会顺便，因为呢我没有买啊，我没有买衣服，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打扮什么，因为我不想要可爱的，我要有就是有 feel， 就是有感觉的，有万圣节的感觉。我想一下，明天但不会穿，就是我不知道。好，我明天不知道要画什么，然后明天直播的时候。大家想要我直播的时候画吗？还是画好后开直播，哪一个比较好？那如果在直播的时候要化妆的话，我先练习明天，因为我还不知道要画什么，但有大概想好。Hello， 美玲，本湾，耶、yeah ！完了，我开始会员了。
じゃあ第二次の握手会でカニさん見れちゃにゃうの？あ、そうだよ。そうだよ。我都可以。看你会担心食言吗？啊，我啊，对，我不喜欢食言。没有啊，我没有，就是先画好自己的平常的妆，再补一下，这样。啊，我不会给你们看食言吗？啊，其实我有给你们看过，但我今年绝对不想给你们看食言。食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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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食言。因为我很丑，很丑，不是很丑，是很丑。見たい見たいミレちゃんのすっぴん無理無理。素颜啊，素颜，素颜，好，谢谢。1年前ぐらいかな、長いですね、長いですね、時はあっという間です。可是很难过耶，万圣节就是都不能打扮。关系好想好想，美玲在我心目中，我给你打90分啊，不是100分哦。没有，这个不重点，就是你有看过我素颜吗？吗？無理、それとも絶対無理。あ、無理かな、無理。ハロウィンの当日。の時、ミレイは用事あるの？用事があるのですね。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万圣节活动，有点期待。我也不知道，如果有的话，可能已经有通知了吧，就是已经有公布你们了吧？因为后天哎，后天应该没有的感觉。我觉得100分了。啊，你太慢了，不行，太慢。JQ 晚安，现在可以看一下，看什么？ないと思うけど，不会觉得。谢谢送我，哎，这是那个吗？就是。万圣节的礼物吗？谢谢你，好可爱。我爸有惊喜之类的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看素颜啊，不要我在这里已经画好了，然后怎么在这里要卸妆吗？我不要，觉得有点难。11月活动很多 ，staff 姐姐应该。没忙不过来，对我也这么觉得哎。而且最近有很多那个校园或演唱会嘛，就是校场有很多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办，感觉可能他们有又来一个快闪活动，可是他们的快闪活动完全不是快闪啊，就是他们已经。先告诉我们要不要啊？什么时候要去？什么几点要去？几点会去？什么？那个明明就不是快闪，快闪不是突然开始的吗？啊，是真的快闪吗？就是今年的万圣节可能是真的快闪，就是真的突然开始，突然。谢谢送我礼物，开心，谢谢啊！我有去跟学校许愿了，希望校长有机会看到你们。老师有讲什么吗？学校的人有说什么吗？有说什么吗？他们说可以。ちなみに明日も配信予定あるですよね。前回の夜配信はすっぽかす。いつの話？如果素颜很可怕的话，万圣节的就可以素颜，没有那么可怕。他们说会加入考虑，真的吗？
你们有校草吗？还是本来就有，然后只是没有我们的感觉，是这样吗？可能 staff 姐姐突然打给美玲，说我们现在去富康快闪。没理没理，我想去，我好想回去，然后我直接回家就好。工作完，我要回家。听说最近要有校长，所以去建议。原来如此。那希望可以的话，对。我们校长在11月14到15，那你们的，那你的那个学校有我们吗？学校有，我们要去吗？不想要再浪费钱看到一些奇怪的团体。什么？那个校长也要钱？要钱吗？欢迎新生。学生会变回费，基本上都会办小场。原来，我每次都有两位成员，每组都有两位成员，真的？谁？谁？哎，没有我哎，很难过。300元，很贵。学園のライブは見えない。学園に入れない。コメントできん。希望桜有美玲。有我吗？我不知道。已经公布了吗？那个名字。还没公布成员数。那是学生会收钱的绝招之一。原来，なるほど。いいな，我最近都没有去，所以我很想去，好想去哦。我觉得校长演唱会好玩，可是有时候听说有些学校。有一点，因为他们都不是粉丝，所以有点尴尬，怕会尴尬。可是我上次去的地方蛮好的，建国科技大学嘛，忘记了。今天真的很水肿呢，不要，我不喜欢水肿的自己。あれは新しいのネックレス見たことない。最近毎日つけど最近我每天有戴哦。可是最近买的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算是吧，算是新的。我之前很坏，都让奇怪的团体干，不行不行，大家就是我经历了这个感觉，就是上无带的人的感受，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之后有自己没兴趣的偶像，还是喊一下吧，对，完蛋了，是不是卡卡的？还是只有我？现在没有卡，我应该没有卡吧？没有卡吧？可能是只有你吧。JK 小环，晚上好。睡眠不足かもしれん。何が？あ、私？睡眠不足なんですよ。ちなみに私はレックスのファンです。レックスってあの。トイストーリー玩具的那个吗？那个因为不是马友之前喜欢那个吗？因为马友之前喜欢那个，所以你也喜欢是这样吗？还是你本来就喜欢？
喜欢因为他们一直讲世事的笑话，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啊，可是我也不会，我也有时候会讲色色的笑话，你不会啊？你会不会讨厌我啊？我上次去雨林的台，然后。对吧，西兰，对吧？你在吧？那时候去留言，我觉得好好笑。不一样啊，他们讲的那些都太超过。教えない。正解は君自分で考えなさい。那我觉得你是因为马友之前喜欢 Alex， 所以你喜欢对吧？哈哈，你让雨林粉丝。最近都在喝奶茶，在喝奶茶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们有喝奶茶哦？是哪一个奶茶？你们要喝大冰奶还是大杯奶茶，还是中杯奶茶，还是小杯？そんな下ネタが好きなの？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、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から。下ネタが好きなわけじゃないし。可是我觉得奶茶还好吧，我觉得奶茶没有色色的吧，我觉得没有。我喜欢大杯的，大杯变胖，很久没喝了。啊，你不知道这个意思。我觉得你们不要知道那个大杯奶茶 是什么意思。对，じゃあ嫌いってメモしておこう。嫌いではないよね。有些早餐店奶茶真的很可怕。当然喝大杯的，哎，还是小杯比较适合八岁吗？什么八岁？哎，什么意思？你是八岁的意思吗？是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们不用知道，就是。如果想知道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看雨林的直播，就知道了。这个奶茶的意思是什么？还是你们可以自己猜？然后听说是不是啊？雨林是八岁啊？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，他是八岁。对，他是那就是小贝吧，小贝，我听不懂，我很乖，一定听得懂，你听得懂的感觉。好，算了，不要讲这些事情，就是这个是我去雨林的台时候讲。那大家有没有礼拜日的时候的公演的感想吗？还是，可是你们看过了已经很多次哎，还是就是。你们有没有就是这个月的感想？ないです。ジョンカニさん知ってます。嫌いでもない。どっちかよ。シュレーディンガーのネタですね。わかんない。何言ってるかわからない。有没有看公演的感想？感想。我没去，但是那张照片我超喜欢，真的吗？谢谢你。スカート脱がしてたら感想あったかも。いや、見てないじゃん。見てないやん。已经当成手机背景了。真的哪一个照片？是哪一个？每次干涉还是不懂啊。这次侧边发生好多啊！你们觉得你们喜欢坐侧边吗？还是前面？的位置。事故どこ？ないんですよね。あの事故。事故。
哦，我次次有发读书时的照片吗？我忘记了，有吗？忘记了。我喜欢侧边，虽然没办法看完整的表演，但可能比较近吧，比较近。对，我比较爱正面，喜欢享受整体表演。原来如此，那可能就是，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侧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反差，对，然后。嘿，事故がない、がっかりなのって。公司帮你换了赌注是啊，是那个照片哦。对，真的很开心，就是姐姐帮我拍那个很好看的照片，然后就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就是有些人的照片有上了嘛，就是上妆了很多一个人一个人的照片，然后那时候没有，我想说，哎，我真的很想要，我也想配拍照。然后我每次都，所以我第二次的公演的时候，我会努力看镜头，我会看镜头。然后结果姐姐选了我的照片，虽然就是我没有看镜头的，没有看镜头，但是姐姐们选了我的照片，可能她知道了我的那个吧，就是我的心情。安，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嗨，晚安，初次见面，这边好处是可以看到单车的雨林，好变态，变态，对哦，那个前面的人看不到，对，开心吗？为什么西亚你喜欢上雨林呢？想知道，我想知道，喜欢上雨林的哪里？对啊，感觉跟你的距离超近。对，ほら、名前の横にチェックがない。なに、名前の横にチェックがないってこと？私も初めましてです。ほら、名前の横にチェックがない。何言っとるん？本当に。何言ってるん？何言ってるん？あなたたち。謎。原来是在看镜头，我一直以为美玲在看我啊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哪有一直都看镜头？我会看他，我会看，不是每一直都看镜头，对。ここに真的不是只有看镜头，真的。为什么一直都会卡？